望住中間的位置先，有請咁多位，跟住一齊望一望右手邊的相機啦。好啦，望完右手邊就麻煩，明白。其實覺得自己有很多嘢準備，好似唔夠時間咁，但都盡力要練習我哋到時星期日要表演嘅嘢啦、彩排啦，同埋又好好顧合自己嘅身形啦，所以有好多嘢都要兼顧曬。令你最頭痛嗰一 part 會係邊一 part？其實我想個女仔都會覺得是問答環節，因為你始終都不知道他們到時會問些什麼，那我覺得自己的急才又不是特別厲害，所以我要更加去看多些時事啊、奧運那些消息啊，之前就好好地準備自己。阿爹哋有沒有給意見呢？爹哋都是說你要好好認真地去做每一件事，每一次彩排都要真的給心機，好像當是真的一樣。同埋就係咯，要讀多啲新聞啊，睇多啲時事，做好自己最重要。你自己本身有冇壓力？冇，我諗係都係自己俾自己壓力，因為都想自己做到最好，所以就唔想令到自己失望咯。反而冇其他人俾我嘅壓力，係自己咯。